喂，大家好啊！我都嚟讲一讲呢个夏威夷嘅大火啦，大火灾系嘛？人间惨剧，人间惨剧。OK，咁就系天灾人祸咧，都未止。OK，咁我哋就摆埋一边先。擺埋一邊先，啊！最緊要係解決呢個災難。咁佢夏威夷本來就係旅遊勝地，係嘛？好似人間天堂，好靚，係嘛？好多水果，係嘛？天氣好好。OK，咁當然其實佢危機四伏嘅，好多活火山嘅嗰度，好 多活火山。咁就即係基本同日本嗰度差唔多，好似都近日本其實，好近日本。所以當年日本炸珍珠港就係他們近，同埋呢就嗰度就駐咗重軍嘅當時，咁咪走嚟炸佢。咁呢啲唔講啦，過咗。咁就講翻呢一單大火啦。咁 到而家為止呢，今日就係2023啦，8月14號星期一，OK。咁而家暫時為止呢，已經係96個人吹雞噶啦，confirm 嘅。咁呢就有幾百人，最少就係500幾人呢，就係失蹤啊！揾唔到嘅，暫時下落不明。咁喺大火嗰時呢，亦都幾百人跳落海逃走嘅。當時話有幾百人跳咗落海嘅，OK，幾百人跳咗落海。咁就喺陸路走嗰啲人就講翻呢，佢哋走嘅時候啊，喺路邊啊，見到有啲屍體燒着咗嘅，直頭有啲人已經。俾啲火燒緊喺嗰度，已經走唔到咧，走唔切啊！咁咧俾火燒，而逃走嘅人都會見到佢，你諗下幾得人驚個景象，係嘛？好似戰區咁，OK？咁就咁現代化嘅美國係嘛？一遇到呢啲咁嘅災害咧，啊！呢啲真係沖天大火，根本都～冇辦法抵擋，冇辦法抵擋。夏威夷都有消防局㗎，係嘛？有警察，有救傷，係嘛？應付唔到一樣應付唔到。OK，所以天災呢，佢自己救唔救到自己呢？美國自己係嘛？都係好辛苦，係嘛？好辛苦。咁而家佢係有募捐嘅。募捐嘅，咁希望每人都有捐到10蚊美金俾佢哋啦。OK，咁啊點樣募捐法呢？就上網睇啦。大家如果有心嘅，OK，有心嘅呢，就上網睇睇下點樣去捐錢俾佢哋啊，幫助。咁喺人力方面就我哋一般嘅人就冇辦法噶啦，一般人，因為佢而家嚟講呢，如果陸路呢。得一條山路去到嗰個災場嗰度嘅啫，就好似成20幾里嘅。咁嗰啲居民逃走未生還嗰啲咧，要走咧，一般就自己有陸路啊，喺嗰度揸車，咁啊去翻其他安全地點啦。咁佢路上面都整咗啲 block 噶啦，啲警察會 check 你嘅，會 check 你出入。係嘛？睇下有冇趁火打劫啊，或者咩其他情況。咁啊，陸路啦，咁啊，救援就當然可以水路啊、空中啊咁嚟救援啦。OK，咁但係都係好艱難，好艱難，係嘛？好艱難。咁就我哋呢邊呢，我哋呢個省份，我哋加州呢，就應該洛杉磯嘅消防人員呢。就派咗一批過去幫手噶啦，派咗一批過去幫手。
咁就其他州啊嗰啲，我相信都有嘅，周围就会派人过去啊，增援。因为而家有个问题咧，就系有啲残骸啊，人体残骸咧就喺现场，你啲残骸你耐就会腐烂噶嘛，发臭啊，生虫咁咧，要尽快处理嘅，因为唔处理咧，佢会有细菌产生嘅。細菌啊，係嘛？周圍散播咧，咁其他生還嗰啲惹埋啲咁嘅細菌，咁就會令個情況越嚟越慘，越嚟越嚴重。咁啲救援人員亦都會惹到噶嘛，係嘛？冇得走噶嘛，嗰啲消防啊、警察啊、嗰啲醫療人員啊，嗰啲係嘛？亦都有好多義工啊，嗰度好多人自己走出嚟幫手嘅好多。OK，咁喺新聞睇到佢有一户直情咧，就間屋咧係三間房，即係佢間屋當然冇事啦。佢就四户人家去佢嗰度住啊，即係暫時要有瓦遮頭啦，揾個地方。四户人家，二十幾人啊！咁啊，住喺佢嗰間屋仔嗰度，OK 冇辦法，OK 大家喺呢啲環境咧，就要互相幫忙，OK 咁就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，係嘛？但喺呢一剎那咧就忘記呢啲嘢啦，係嘛？就幫到嘅就幫，幫唔到咧就希望佢盡快復原，OK？就唔好有一啲幸災樂禍嗰啲咁嘅心，係嘛？咁人哋可能對我哋有幸災樂禍嘅，係嘛？北京嗰邊涿州京津涿係嘛？大水災係嘛？好多人呢就幸災樂禍係嘛？甚至有啲中國人啊，都幸災樂禍嘅喎，係嘛？有啲咁嘅人渣嗰啲個世界，係嘛？有啲咁嘅人渣，OK？如果你係有咧，你反省下，有冇人性你自己，OK？係嘛？我啊見到有個媒體咧，又話訪問兩個最凄慘嘅，係嘛？有兩個最凄慘嘅家庭，係嘛？一發生呢啲咁嘅天災，實有啦，大把凄慘啦。OK，咁你嚟呢度夏威夷，暫時96個吹計，咁可能有96個家庭好凄慘。有幾百個失蹤喎，依家係嘛？去咗見上帝嘅機會好大嘅，係咪？係嘛？大家身為人類咧，用翻人性嘅角度去諗嘢，用翻人性嘅角度去做嘢，OK？無論美國、中國，係嘛？有啲咁嘅災難啊，就大家合作，係咪去解決佢，令嗰度盡快復原？當年南亞咧大海嘯啊，係嘛 大海嘯，咁啊李連杰咧幾個例子啊，咁樣佢兩公婆喺嗰度度假都係嘛，經歷生死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死人呢、這個杜鹹賊啦，杜鹹賊同大塊田又喺嗰度係嘛？嗰陣時都幾感動嘅，見佢兩個好似因為嗰個大災難咁就結婚咁，好似大概都幾感動嘅。而家又睇翻呢條杜鹹賊嗰啲言行舉止咧，真係收翻，
OK，咁啊，讲咗啲衰嘢，个口都臭臭地添，依家，咁就大家希望都系咁啦，悲天悯人啦，吓，就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啦，系嘛，力就少啲啦，我谂唔好去啦，嗰度唔去得噶啦，好危险，系嘛，好危险，因为佢呢啲咁样嗱，而家就嗰度已经。喐不得其政噶啦，基本上，如果再有咩其他嘢咧，走都走唔切，走都走唔切。OK，咁就睇下点样可以捐到啲款项去帮手啦，系嘛？OK，好啦，咁啊，sad sad 地，咁啊讲到呢度算啦。好，下次再讲下其他嘢。拜拜。